爸这种坚持其实有自己的道理，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起他是为什么吗？他说很多事情能坚持的话就坚持。他有时候就跟我们说，我这一辈子没留什么财富给你们，留点精神财富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说，爸爸精神财富又不能当饭吃。他就问我们笑一下，说等你们长大了就懂了。那从几岁开始理解父母做的这些事情？后来大一点，弟弟他们放暑假，然后叫我帮他们带上岛上去看看爸爸妈妈，我就带他们上去，然后看见我爸吃的菜都是咸菜，就觉得我爸也不容易，在上面吃的这么差，有时候我妈回去还留点钱给我们，说叫我们买点好的。心里想想，其实他们心里边也是关心我们的，那时候就没有那么恨。嗯，然后想想又舍不得他们。当孩子们开始理解父母后，守岛也成为了全家人齐心协力做的事。30多年来，孩子们帮助父母一趟一趟地向岛上送去泥土、种子。王继才、王世花夫妇悉心种下10几种植物，一家人一起将这个曾经寸草不生的孤岛变得绿意盎然。岛上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见证了这个家的活法。孩子们长大了，小岛变绿了，生活变好了。然而王继才却去世了。老王不在了，你还守岛吗？现在他实现了他的诺言走了，我作为他的妻子，我要继承他的遗志，在开山岛继续守下去。